雅歌第二章，一载，我是沙仑的玫瑰花，是山谷中的百合花。我所听的，在这个查某囝的中间，亲像刺啊来的百合花。三载，我所恋爱的，在查某囝的中间，亲像伫树那来的捧果树。我真欢喜。坐伫伊个阴暗，食伊个果子个滋味真甜。伊带我入颜色个所在，用疼做记伫我个顶面。求恁予我葡萄干来补我个力，予我苹果来养我个精神，因为我对爱情来治病。伊个左手扶我个头壳，伊个正手。将我抱地七载，耶路撒冷的正十五日啊，我既领羊以及产业的落母，凡妇人唔通叫叫，唔通叫醒我所听的，天后伊家己情愿。八载，听是我所恋爱的声音，看伊盘山过岭来，我所恋爱。亲像羚羊，还是亲像鹿啊？伊徛伫阮的墙壁后，对窗啊伫看，对窗啊只伫谈。十赞，我所恋爱对我讲，我所听的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甲我做伙去，因为冬天已经过，雨水已经止下啦，地面的花已经开。叫我好的事已经到了，房间声音在咱的境内也听起了。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，吐出伊的香。我所听的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甲我做伙去。十四站，我的婚鸟啊，你伫石旁内，伫山岩温巴的所在。求你准我看起你的面，听起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温和，你的面生着水。十五载，都甲阮掠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细只狐狸，因为阮的葡萄拄啊在开花，我所恋爱属我也属伊，伊伫百合花中饲伊的羊群。我所恋爱的啊，求你等到天起凉凉，日影飞去的时阵，你就倒转来，亲像羚羊，还是亲像鹿啊，伫比得山里。